这个人，这把要比上一把那个好打多了。上一把有个祭司，这把大不了。我跟你讲，有空军，有空军。你是没看上一把那个祭司那两个洞有多难受？用关键，我不没看，确实没看。对啊，这一把我感觉再也不好打。我说真的，这把不好打。对，但这把不好打还能保平啊？保平也不好保。我说好吧，好吧，好吧。他但凡上来，他带个闪现，我上来，我第一刀两只猫开第一刀不过分吧？第二刀闪现开不过分吧？我这个人挂不死，我开门战有挽留。你得有闪现神位啊！你没闪现神位怎么办？你还得拖。他没有祭司啊，没有祭司我就有闪现神位啊。你有祭司，我没有闪现神位，对不对？我穿过都没闪现。我就这么说，80秒就够了。那我跟你说，你说这把，那你三跑，我说平局，来不来？赌不赌？赌，天天给我赌，老想占我便宜，不赌。你也不敢赌，对吧？我跟你说，这把就是这把好保平，比那个红教堂有一个祭司那是真的烦。这里你看，哎，我跳，我跳，赌，好，不赌，啥玩意儿啊？这都能抽到，跟着闹的吧？哎呀，这边卡魔了，这闪现都省下来，60秒都不到，囚徒交手电，这电没有用，跳过来晕住了。交电没有用，这赌啥？这能赌？对着开玩笑，过几万箱。哎呦，来打一刀。这一把呢，说实话，我觉得求生者是可以保平的啊，但是呢，求生者真胜呢不太好争啊，因为前期的面具都戴上了，前期的这个节奏太好了，虾哥的前期就这张地图超修流，就我觉得是一张，还真的蛮适合带祭司的一个阵容，就超修流带祭司，然后带一个救人位，蛮舒服的。交枪，交枪干啥呀？这蹦都交，跳都交了，过去把人救下来再开呗。对，关键这波交枪跟插刀是重叠的，然后对呀、啊，你交枪干啥呀？哎呀，这一波有点人脸黄了，一看这刀来那么快，那要蛋白我哥受伤了，也黄了。现在稳定救下来拖了，别双刀。对，刚才那刀打完，其实跳交了，直接就救下来，救下来以后你就把跳交了呀。这个确实啊，你过来让那埋着孔底，直接往前走，突破干不干过来？那肯定得瞪着毛。但是，那你觉得这把能不能四刷三抓呢？你觉得能不能赢呢？这把我感觉是平局。哎，我也感觉是个平局。就这套阵容倒的再快没有关系，救的反正能救，只要能救下来就行。就看嘉欣这一波了，就看嘉欣这一波。他不要救啊，卡着。不救，你看他不救行不行？他必须删除呀。他必须删除什么？他必须删除，他这把不影响胜负的，已经结束了。这把四处都不行。对，那卡着不救啊？那更难救了，不用救了呀。半对精神给他表现出来。那不是，那不得就稳着？哎呦，完了，裂开！你瞅瞅，裂开，这边还有波晕，救下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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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救不下来了。还好，他不吃刀还行，不吃刀还行。完美机子，对。哎呀，帅呀、啊，侠哥，你这个闪现，你给我闪到。闪的我眼花缭乱，平了，这一波闪现，这一波闪现其实打到了，你看看前，你看看，娃娃跟着干嘛的？这机子差的不多了，那机子差不多了。你看看娃娃在这干嘛？娃娃在干嘛？娃娃在修机啊？什么在干嘛？佣兵那的娃娃呀，吓人不吓人？你看看这娃娃有废纸毛，你看点击现在。2个97，1个48，还有个23，这把平局大敌。我说真的，他不可能找到这个空军。哎，找到了，咋没事了？他给他攀位。找到空军这边机子不压遗产，其实也够了。外面一个囚徒嘛，囚徒跳的还行呀，这个皮皮侠跳的。他跳的，他其实因为这把已经没有不影响胜负了嘛，他就相当于上来练一手使徒嘛。因为以前是那个小马哥打使徒的嘛，然后他使徒没怎么打过嘛，比赛上面来练一练。对。这机子是真的差的不多了，佣兵手上面还有个薄命，2个护臂。所以就虾哥这把打使徒，我觉得没什么问题。上一把那个起言打使徒，我就觉得这使徒你能保平，你最多一个三抓，抓不了一个四抓呀。打这套阵容，对，救下来啊，救下来就行，救下来，下一波来救外面的机子，一台88，哎，好像机子好像差那么一丢丢。下一波要救的比较极限才够。够那个3S 的。对，要救的比较极限才够。对。
哎呦，他这波其实我觉得秋兔失误了，直接去小母刀点把这个刀量就行了。他抛过来把这个两万之后再抛到小母去修最后一台，没那个必要，直接去小母把这个刀量就够了。嗯，他这样耽误时间，你看现在还在那抛了，单人点你也够了，说是吧？秋兔修太快了。对，他电机够，电机够。佣兵这边是带道具过来，把货币带给这边的空军。传送，我的哥呀，你也挺贫呀，果然呀，这硬料的男人就是不一样。哎，那我赢了嘛，反正就已经挂飞一个了。他再挂一个就是那个，他再挂一个就是那个叫什么，那个还拿一个净胜局，所以他保平就可以了，打的相对来说就比较的奔放了。但是没有错的，他这边传送过来的话呢，赢面更大。他如果说守着这边机子压好，三人开门战，他其实就算手里有传送，也很难去争一个三抓的。这边过来把这球都秒了，你外面两个人半状态，然后这边离小房又不远，我稍微挂回去一点，这边机子压一压，还有可能能守住机子来完成一个多抓的。他只要能把传送拖出来，他再拖60秒有一个传送，球者这边的状态比较残。这波其实秋兔走错了，他不敢往这边走，直接去中间，中间翻那个床，直接带走。你收也收不了传送一脚，佣兵一看你咋弄，我打不了空军不修了，嗯，你收不收？你肯定去，你肯定在那啥，空军就完了，这空军货币没交出来。哎呀，这把说实话，压一下，这波空军跟这个秋兔两人都有问题，秋兔直接翻中间的床一搜带走，啥事没有，传送一脚你威胁不到我呀。这边猫一放幸福二选一，20秒传送机子还差一半，哎，还真死抓了。这把死抓也很多原因，你看人家可能打的也没心态了，嗯，就是也没顾那么多了，你过来我就哎呀找最好溜的地方嘛，也没想往那儿死。但是你想二姐的猫女，你基本不可能溜起来呀。对对对，他你都不要想着溜了。他就想倒一个相对来说不影响机子的遗产，对对对，不影响机子的椅子就可以了。对，他当时只能他不可以无伤转到中场的，他转中场可能会吃一刀，你吃一刀那没事啊，第二刀你直接往墓地跑，你怎么办？你传送一脚，你是收石还是收电击？你收电击，我这边直接去补状态，直接接不行。对，慢慢磨。对，你要收石，我这边空军去压击，反正能保点，开着买，你又没传送。对，哎呀，这说的没错，分析的非常到位啊，就可能很多观众听不懂而已，因为这河南话不是所有人都听得懂的。你吹吧，我说河南话现在没有人听不懂，我老美国人American的人听我说话都American都听得懂，都听得懂啊，在 USA 的都听得懂。 Yes， 哎，这一波他挂佣兵挂进地下室不香吗？然后再去找这个囚徒，那为什么这么急着交传送啊？虾哥已经打嗨了，这把已经打嗨了，囚徒又不能翻道具，对吧？这就是我跟你讲，这就是什么情况？他硬了，屠夫打的就是各种秀，各种骚操作。对，你要是不硬，你就是那种哎呀压力一大也不敢打，这就是比赛的一个心态。如果说每次都是这种心态，是是是，那就很好了。就像那个为什么就是开门战，四人开门战被追的那个人往往特别能秀起来的原因，因为我只要拖时间就可以了。对，你特别能秀起来，特别能秀起来，我都不给你破译。对，你想这场球我还给你博弈，这都不需要博弈，就俩任务，下班拖时间，对，死的远一点，离椅子远一点，让他挂久一点。对，四抓，嗯，这把也没什么办法吧，我觉得这把是个平局，但是基本上不能赢。理论上面来讲呢，平局的概率会高一点。对对对，这把是个平局，如果说就是后面人得来好处理上一。